我是丰田，我好疯癫，丰田好疯癫。看不到啊！今天丰田好疯癫，有人要来剃光，剃光，剃光，不知道是谁？听说要，他说比我疯，好刺眼哦！我不是故意的，就变成跟他一样的脸哎！来吧，丰田，你是谁啊？我疯，你是谁？等等等，是谁？你知道我超想来上的吗？丰田好丰田，我今天就来。你要上我？你想上我？哇，有一点点。不是，不是，来踢馆的，今天就来挑战。如果你输了，这个题目名字直接改成马下下下叫。马上挑今天来踢馆，还真的是选对日子的呢。这回丰田好疯癫刚好遇上日本搞笑艺人野性爆弹中的 Cookie 桑来台颁展，要趁这个机会好好来拜师学艺喽。Cookie 桑 ，Hello Hello， 哇，有道理，我直接认输了。对不起，我也刚太下风了，太强了。所以你穿这样就是有一点紧绷，那你舒服吗？会蹦是吧？紧绷。紧绷嘛，一种紧绷很紧。中国的是吗？啊，中国的太好了。看到 Cookie 桑这一身装扮，就让两人马上认输。而这位奇才不止这身装扮够疯癫，就连创作作品也都令人意想不到。最让人印象深刻的就是一张张的明星即四言。郭文展，台北市市长柯文哲。OK。哦，我有看过。哦，好像哦。我想问，为什么他？当初想到这个想法。日本には土下座という文化があるんです。すごく謝らなあかん時には土下座。その時にはちょうどまだこう引き立てのコンクリート。その時にすごい怒られてこう土下座して、顔面にコンクリートついてすごい真っ白になった。奇跡が奇跡と奇跡、土下座と奇跡と奇跡が重なってこう奇跡が生まれた。两位不要先投降，我们要秉持着丰田精神，互相来画脸。我先画主任的脸，用这张画白。弟弟要哭了呀！为什么眉毛要画？你要眉毛画是对的吗？对不起，那就全白啊！他是老师耶，老师可以帮忙。丰田加上 Cookie 桑的巧手，到底主任吉四言会夺吉四呢？化成凯乐 ，OK。威武先生，娱乐白变白，我是凯乐。谢谢老师，谢谢老师，谢谢。谢谢老师，我们是有准备礼物给老师。啊，对，听说你今天是生日，我们准备了台湾的哦，招牌蓝白托，蓝白托。咦，啊，什么啊？什么台湾的？すごい有名な、すごい、なんだろう、ローカルなサンダル。もっと高いのくれると思った。感谢 Cookie 桑亲自示范，不过可别以为到这就结束了。接下来要向 Cookie 桑致敬，除了脸之外，当然还有一个重要元素。问你，你的下你的那个部位还 OK 吗？男生的。我的部位还 OK。其实没有很突出哎。哎，出来！不礼貌哎。Cookie 桑，毛巾有没有？
毛巾啊？多塞一点，不是这样的。可以可以，风点这样可以。就是要，我就是要比了。好，你赢你，不能输。猪哥吓到了，还要调哎。随便看你啊，你来，对，对镜头。希望我们可以在舞台上摆对，我们两个一起摆对。怎么摆？像他这样，像空气长一样，好吧，在舞台上可以吗？好，拜托，谢谢，走走走，谢谢。别别别别，要不要这样子？慢的，不能动人家。就这样，就这样，好，可以过。可以在我这边亲一下吗？啊！真的吗？哦！啊！谢谢，简单，谢谢谢谢。变平啊！你这个有没有胃突？有种胃突的感觉。没有啦。你看，你像明星啊，简直像明星。要准备了吗，姑娘？好，第一个是海苔牙齿。海苔牙齿，好。你认识我吗？风点，哎，你们穿那身衣服好，哎，这已经很红哎，风点，你不认哦，你没有看电视吗？不行，一定要看，风点好，风点好不好？啊，不，点一下对，好性感哦，好看，好看，好看，阿健，哎，可以。你应该对我有感觉吧？有什么感觉？就是想散散什么？对不起，他中文比较不好，那你愿意帮我做一个任务吗？什么任务？摆一个 pose。对，走走走。哦，撩妹撩妹。三二一 ，go！ 你要请我。亲他的，对，亲他的脸 ，kiss me， 可以吗 ？OK， 来吧，来吧，来吧，是我的那种啊。他刚刚要亲我的时候就故意，就有这个声音，他有这个声音，对，有这个声音吗？有，你干嘛？有，谢谢。不，你就这样结束了吧？我告诉你，给我这个，从这边走回家，从这边走回家，要过这个文创啊，然后走回家，好吧？我好痛苦啊！风姐好，风姐，下次见，拜拜。我是班长。看一下，不是我。跟老师一起摔得蛮紧的。他的我的手就刚好在那个。是他的肚子。不是肚子。哦，是啊。他的手碰到他的指甲。我碰到。我移到旁边了。这个心情呀，对。少林老师，对不起，我不是故意的，我不是，我真的不是故意的，真的。少林。廖老师，廖老师，干嘛？对不起。